今天 Benedict 每一天要带你到乌兰探究一家理发店，猜猜哪一家？ Hair Quartres 是一家位于乌兰的理发店，你只需乘搭地铁到乌兰地铁站，然后乘搭980号码就能到达，下车后行走三分钟就到目的地了。这家理发店专注于剪发、染发和头发护理。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 Mia Repairing Scalp 护理，这项护理能滋养头皮，修护头发，让直发变得蓬松不扁塌。做护理之前，理发师会先帮模特染个日常百搭的发色。洗头的时候，理发师用 Mia 洗头水，这款洗头水能让头皮清爽舒适。洗完头发后，理发师会涂上头皮护理产品，然后进行按摩，同时让护理精华深度吸收。头皮护理后就到头发护理了。首先，理发师会均匀地把护发素抹到头发上，然后用纳米喷雾剂让护发素深入毛囊。最后，我们来看看头发护理后的效果吧。头发真的变得蓬松柔软，有光泽了。如果你想要找一家能够同时拥有头发护理和头皮保养，价格友好的理发店，我会推荐 Hair Quartres 理发店。想要探究美人、美事、美地方，尽快提交 Benny Day 大使申请和关注我们哦！现在就快上 Benny Day 首选的美容保健平台预约吧！首次到访者只需138新元，点击下载预约。